谢了，谢谢了。现在就先开会啊、哦。我因为有我们还是有一个长官在这边的啊，陈主任啊、哦，好来，一年快过去了，两年也快过去了，在两年的时间里面，感谢校方的支持，也感谢各位的用心啊、哦。一个人做事哦，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哦。那在两年之内，我只能讲说。我是希望这个社团能够好，社团能够成长。我只能说我自己有用心，只能够跟人家讲，我只能成为志工社一个永远的一个。如果没有设计大学，就没有志工社，没有志工社，那我不在了啊。那当然，我只能说，为什么来参加志工社，其实是为了设计大学的经营。设计大学如果经营的好的话，那我们。相信会有很多市民朋友会受益的，好吧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，志工社我们走的是几年，老贼也好了，或是说降别乌鸦的哈，但是干嘛没有什么啦。但是真正的来当志工，就是哦，一定要有内心。我既然到这个地方，我的心是什么？我这边为社团好，我这边为了学校经营好，哦，当然我讲这方法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的，只是我自己两年来的感受，跟我十几年来我对社企大学一切的盼望。但是我们会有什么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让社企大学成为在基隆市民的那个眼中里面，它是一个学习的好的地方，然后它能够。获得一个很好的知识成长，能有一些公民素养的基本培养，那我们相信，林清对对的，哦，是来发电力的对，没打我怕三米米啊，你们自己去想，哦，这短短一下子马上就过去了嘛，你别破破啊来出破来好去，对岸兵啊，对岸把很多地方多，好谢谢，这是我们。第十五届的社联大会，那十四届已经要准备要换手了，那真的非常感谢啊，第十四届的全部的志工伙伴啊，包括社长还有所有干部，真的对学校帮忙很大很大啊，无以言表啊。那社企大学最大的特色就是公共餐饮。有别于所谓的补习班，还有我们救国团这些才艺班，所以整个公共参与的话，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志工伙伴的协助帮忙。那当然，我们社团也是积极在参与这个部分啊。那今天摄影大会啊，那也依祝我们大会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社长啊，还有我们的副社长啊，还有我们的志工社的好伙伴们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志工大会了哈，在这边特别感谢过去一年我们的社长、副社长，我们志工社的干部伙伴以及我们所有志工啊，对于我们基隆社区大学所提供的协助。好，那基隆社区大学呢，也在我们志工呢跟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呢，也越来越进步。大家也特别感谢各位过去一年以来，尤其是我们的社长、副社长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行政的干部啊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，谢谢你们的辛苦。那么也祝福今天呢，我们志工大会一切顺利圆满啊！然后我们又有一位新的下一届的社长，还有新的干部在产生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就是受委托出席志工开会的话，请你们把今天开会的信息资料带回去给委托人啊，千万拜托啊！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就选举，那个请那个工作人员报告一下。各位亲爱的伙伴，大家好哈。我现在的话就是要讲一些我们那个选举的。
规则哈，就是选票一项的话，选票哈啊，每个人只接受一张委托书，不能接受第二张哈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说选社委的时候，每张票哈最多可圈选七位，哈，不能超过七位，哈，超过七位就中废票了哈。杨春满。郭莹讲话啊，讲些感谢的话啊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小秋一起来，小秋一起来。赞。赞。赞。谢谢。